下载 iTalk BBTV App，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。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们对 Costco 一定不会陌生，实惠的价格，贴心的服务，为这家仓储式超市赢得了绝对的口碑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连锁集团之一。当下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中，偶尔去 Costco 囤个货，也算是我们以个体之力抵抗通胀的一个小办法。如果再赶上特价，那简直就是赚大发了。今天小编就带给大家 Costco 十月特惠，看看有没有正合你意的特价商品。冬天将至，一场纷飞的大雪会给大家的出行驾驶带来不小的挑战。如果此刻换上一套可以应对冰雪路面的轮胎，或许就能给你解决大问题。 Costco 在十月为大家贴心地提供了轮胎特惠服务，当你购买任意四条米其林轮胎，便可享受110美元的折扣。而如果大家选择冬季专用的防滑轮胎，更可享受高达150美金的折扣。以小编所在地区的价格来看，一条米其林 XS 雪地专用胎的价格为183美金，而这150美元的折扣基本就相当于买三送一了，简直不要太划算。咖啡则是上班族必不可少的兴奋剂，如果是疫情还未消散，很多小伙伴都还在居家办公的状态，所以在家里置办上一套专业好用的咖啡机肯定不会让它落灰。 Costco 就给你一站式解决问题的方式。作为 Single Server 咖啡机的鼻祖， Keurig 一经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，一分钟泡好一杯咖啡，并且味道跟现磨咖啡比没有差太多，如果不是咖啡爱好者甚至都喝不出差别，并且一个咖啡胶囊正好冲出来一杯浓郁的咖啡，不存在任何的浪费，还可以喝一杯换一个口味，方便至极。现如今 Keurig 的旗舰咖啡机 K Supreme Plus 咖啡机有35美元的折扣，优惠后价格仅99美金，并且还随机附赠15枚咖啡胶囊。同时如果单买咖啡胶囊的话，也有6美金的折扣，37块钱收获100枚咖啡胶囊。我们就按照星巴克均价5块钱一杯咖啡来算的话，喝完这100杯咖啡，你能净赚360美金，想想嘴角都咧上了天。进入第四个季度，美国就迎来了所谓的节日季，十月底的万圣节，十月底的感恩节，再到十二月底的圣诞节加次年的元旦，一场接一场的 party 绝对是少不了了。如何打造氛围感十足的节日气氛？灯光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十月的特惠专区 Costco 就带来了一场大型灯光秀，10到20美金不等的折扣，基本就相当于半价拿货了。彩色智能 LED 灯带、智能彩色灯泡、智能开关以及智能亮度调节器，全部 WiFi 可控，一套下来不到100美金，绝对能把你的大 house 装扮成街区最亮的房。母婴用品始终也是 Costco 的重头戏，因为质量上的绝对保证，所以妈妈们采购起来也是100个放心。而 Costco 自然也不小气，10月份直接推出了三款宝宝用品的10美金折扣，其中有 Huggies Plus 新生儿尿片套装，总共两个 size 126片，21块9毛9到手，而 size 3到6的纸尿片均为39块9一大盒。作为刚需消耗品，10美金的折扣绝对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最后还有一款液态配方奶，可以为宝宝补充各种营养元素，促进智力视力发育，直降8美金，24瓶装降价后为28块9毛9美金。最后就是那些五花八门的零食了， Costco 向来以量大著称，所以在 Costco 采买的零食绝对能让大家吃到满足，当然弊端就是体重飙升。48盒装的费列罗巧克力优惠 3.7 美金，买上两盒，如果不是实力超群，估计够吃到明年了。54小包零食大合集，薯片、芝士条、洋葱圈等一网打尽，直降4美金。还有酸奶大品牌乔巴尼的低脂酸奶，这可能是众多零食中最不罪恶的一款，16盒装直降 3.6 美金。最后的最后就是保健品类，不管是自营品牌还是合作的大厂商， Costco 的保健品绝对可以说是最专业最全面的，鱼油、钙片、维生素 B 族全部2美元折扣，还有小编家中常备的续命药维 C 冲剂也直降4美金。之所以说能续命，就是不管你是感冒发烧还是疲劳无力，都可以冲上一包，睡上一觉，第二天绝对有所改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精选的 Costco 十月特惠好物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各种家用电器以及日用品家具等，
大家可以翻看视频简介，小编会把优惠信息链接留给大家，去搜寻属于你的折扣吧。